喜欢我们的节目吗？记得订阅草地状元频道，打开小铃铛就能收到最新影片的通知哦。噔噔噔噔。现代人吃高热量食物，日积月累让胆固醇超标，造成胆结石和胆囊等相关疾病，连带引发肠胃病变。今天就要介绍五大壮胆蔬果，让你拥有一身好胆。首先我们先来看看第五名，这是有东方小人参美名的胡萝卜。哦，啊，大家你无闲哦？哎，啊，这样太奇怪了。哎呦，哇，老姐，嘿嘿，啊，即摆因即摆是你创啦，因即摆大家咧叫，因即摆咧风景，风大细条，大只现彩色啊，就现景哦。嘿，对，啊，佫分景哦，嗯，唔是讲我做一个不啊就好啊。无，一定爱分大条、细条加虾啊，看咧真趣味呢。嘿，你看迄两台啊，只大台，这是即摆咧用真彩色啊。嘿嘿，即摆吼，这是为日本北海道引进来。胡萝卜自动采收机，啊，以前拢用骨的，以前拢用人敲，人敲就较艰苦，哎呀，啊，像用安尼撸安尼，哦，安尼切，切好都切清楚。蒸人工蒸头十倍，蒸拢紧还是先蒸大条？先蒸大条。蒸这种上贵的这，这分料的市面那个。哦，市面的啊，甲大小如果无同款就对啦。啊，就这天的。这要香港的。香港啊，这水也大块，香港。哦，啊，唔着咱遮呢，紧紧个了后，分金了后，啊，就是送出国来了。嘿，从此我就是送出国。哦，安尼哦，哇，安尼来个嘛，啊，就这个头家，哎呀，你看咱拢分几种啊？分吼，大条这。大条的，这要出香港。嘿，啊，这细条的要出日本。嘿，细条水的无瑕疵诶，要出日本。哇，像这啊，拢劈开啊，啊，这个够，这个都无菜去啊，无用啊，这都无要用啊，像这有劈去，搁烂去吼，这都要放伫黄地，芳落去做绿肥。哇，啊像这嘞，这吼，这无，放去啊，这都直接做吼，台湾的浓缩汁的加工，浓缩汁，哎呀，哦，浓缩果汁的加工，哦，这当做果汁，嘿，哦，啊，若恁有烂去的就袂使，烂去就袂使。是啦，红菜头啊有丰富的米胡萝卜素，嘛就是呢维生素 A 啦，对咱身体啊是真有帮助的哦。啉这红菜头汁呢，无加防腐剂，啊嘛无掺糖，佮有 ISO 22000 HACCP 检验通过哦，愈啉是愈安心啦。胡萝卜富含贝塔胡萝卜素，有防止胆结石的作用，帮助已经病变的胆道恢复正常。再来要看的是第四名，这是有豆中之王美玉的黑豆。哎呀，给我鸡鸡啊！你摕来给我踢落去，夹落去啊！啊，陈哥，你给我乌珍珠，哪会杀咧乌爸母啦？即摆这外流行的呀，唔是？啊你，无你是啥物人？我伫咧庙里专工咧种这个乌珍珠的人。你是种乌珍珠的？对，就是你。对。啊，那安尼讲起来，你对这乌珍珠敢会了解真多？哎，我甲你讲，对我像。即摆真香的红豆水，听讲会当消水肿。哦。但是阮的乌珍珠，安怎？是比伊搁较厉害。是偌厉害？阮的乌珍珠。哦。有花青素，会当固腰子。哦。搁你的头毛紧细细个。加拉结。你讲的是有影无影？有影啊，无耽搁你对我来看卖。好，大家来去甲看卖者。加拉结。黑豆含有卵磷脂，能够抑制血液中的胆固醇，预防胆结石的产生。再来要看的是第三名，这是超级食物南瓜。真的哦，团购你好，快点，我是人在讲啦吼，讲吼，什么你吃吼，啊，有迄款会吃的，迄款的吼，什么会当看水，啊，而且佫会当耍，啊，而且佫会当哦，增加着身体的抵抗力，啊，这到底你吃是什么物件？是有迄款的吼？有啊，金龟啊，是南瓜，对啊，迄是金龟啊。南瓜较早我捌听老大人迄滴讲的，讲南瓜这讲什么有毒的，有
啦，只是吼、哦、南瓜是迄个地过敏的食物，南瓜像咱迄个山啊啦、鸭肉啦，哦，伊本身就是地过敏的。对，啊，就是地过敏，人食就是伊的过敏安尼啊啦。哦，算讲有的人哦，食着这爱。较无下伊就过敏。对，是安尼啦。啊，不过这个南瓜伊的营养是足济啊，对身体足好的，真正是养生的啊。无错啦，美国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呢 FDA 啊，已经将这南瓜列为是前30名抗癌蔬果之一啦。伊的贝塔胡萝卜素含量呢是几啊类中的冠军哦，而且呢丰富的维他命 C 啊甲 E 啊，拢有非常好的抗氧化力啦。会当呢抑制癌细胞的成长，另外呢，伊的锌啊含量非常的高，时常食会当预防到射物腺的肿大，或者是讲病变啦。所以讲这几年啊，这金龟呢嘛变成是真流行的养生圣品。南瓜营养丰富，能够促进胆汁分泌，加强肠胃蠕动，帮助食物消化。再来要看的是第二名，这是身体的清道夫黑木耳。那这准备这么多东西，这我们来介绍一下。黑木耳这个地头是营养最多、胶原蛋白最多的地方在这里。哦，这一碗的话是我先熬好的，就是那个红枣，对，红枣跟枸杞，然后冰糖跟我们的黑糖一起煮起来。变了。啊，我先切个木耳一下。我刚刚切。对，切一下，然后我们等下用果汁机来打。好。地头这时候就加进来了，对，地头一起煮，一起煮了，对，一起煮。我们要做木耳露，所以我就让它再多滚一下，因为烂一点点。对，因为它那个味道，就是因为我们是太空包嘛，有那个木屑的味道，所以我把它多煮一下的话，那个味道比较没那么重。那我们煮一下，打个果汁机，很快。来尝尝看，它这个对身体有什么好处？对那个心血管疾病，然后对那个我们的胶质的部分。对，因为上了年纪的时候，我们的骨头、膝盖的那个胶原蛋白也会流失嘛。其实这个也是很好的胶质，因为我们自己喝，我们喝好一点，就是浓一点就对了。喝了哎，喝了。这就好了。对，这样。哦，真可以了。对，喝喝点光梅啊。哎，真的好喝哎。很爽脆。好哇，而且那个冰我凉凉哦，那个更好喝，真的很好喝。朋友啊，吃这个，这个无我袂讲的，安尼啉足好啉的，啊，佫会当喝啉到迄颗粒，啊，颗粒佫安尼还脆脆的，安尼啵啵啵啵啵，哇，真的棒。黑木耳可以润滑肠道，化解胆结石，具有清肝利胆的功效。再来要看的是第一名，这是呛辣有劲的生姜。真济，哎，这个是姜呢，哎，啊姜母那用加的，这样子打的时候啊，还可以缩短煮的时间哦，还要再熬过，因为我们要熬出它的精华。来，现在我们来打这个姜。现在我们已经打成姜了啊，来，我们就把它倒进这个锅子里面，煮出它的那个精华出来。水再倒进去。对。哦，啊，真济，你看那足麻烦的呢。对。你为着要煮出伊个精华，啊，精华的感觉怎么样？就下去的话哈，那个嘴巴里面呢，它不会很辛辣。哦，所以说啉的时阵，袂讲感觉很辣啦。对。等下就烧了。你知道吗？我们那个上一代老人家，他们都时常会讲，他说家里啊也会有一些小姜，有小病都不会慌，所以这姜的好处呢真多呢。专家研究姜呢，有调味佮促进食欲的作用。伫个生活当中，简单用姜搭配来料理啊，佮会当呢增加着抵抗力。生姜含有大量姜酚，可以减少胆汁中黏蛋白的形成，抑制胆结石的形成，是补胆润肝很好的食材。胆的保健要从饮食开始，要少油少糖多纤维，保持适当的体重，才可以拥有健康的好胆。喜欢我们的节目吗？记得订阅草地状元频道，打开小铃铛就能收到最新影片的通知哦！噔噔噔噔。